大家好，我是简单哥，今天简单做菜，这次变得很简单。今天简单哥要来还原一道早餐，是台中啊，每次都要排队知名的肉蛋吐司。我不只要把它还原了、啊，还要做出更贵肉蛋吐司 Plus 版本，在家轻松吃到排队的里面，不用整天再去排队了，想做多少就做多少。那确实不是要离。都可以在留言上来正面快点 YouTube 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粉专简单的 IG 简单哥脸书加大家的一个关注每个拍摊支持我们的动力将高丽菜切丝将里脊肉拍扁后切半，里脊肉加入酱油、米酒、胡椒盐，再加入太白粉、水、油，抓匀均质。热锅下油，将里脊肉煎至双面金黄后，沥干油备用。原锅打入一颗蛋，煎熟。将吐司放入吐司机，依个人喜好烤至金黄。将吐司挤上美乃滋之后抹均匀，再铺上高丽菜丝、胡椒盐、肉片、蛋，即可美味完成。